Get in your car. Why don't you come with me in the night? Leave the whole weight of your shoulders. It's just you and me tonight. And everything you see, why don't you set it free? 'Caus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you feel me by your side. Hi, 我是舒淇。首先用这款 YSL 520胶装前乳，它的质地跟贝玲妃那款一模一样，但是更稀薄一点。我最近非常的喜欢这款，因为它有抚平毛孔的功效，让后续底妆更容易上脸。我依旧是习惯在上粉底之前先上遮瑕，呵呵呵，这里有个傻逼，请忽视。用的是 Armani 的遮瑕笔2号最白象牙色，刷在黑眼圈、鼻翼泛红等部位。然后我会用猪猪私房物价的这款海绵蛋，用椭圆形的一头来把遮瑕推开。我很喜欢这款海绵蛋，因为它的柔软度非常的棒，然后做工也不差。接着这款 HD 高清粉底液也是我最近超级爱用的，色号是最白的 R210 号，然后挤一泵左右就够了。接着回到刚才的海绵蛋，用斜切面的那一头来推开粉底。反正自从买了 HD 这款高清粉底液，我之前的底妆产品都不怎么爱用了。它给我的妆感觉得非常的轻薄，轻薄的同时遮瑕度又超级的好，而且我每次带妆时它都很持久，几乎都没有怎么脱妆，所以它算是我最近的一个新欢最爱。那因为 HD 很好用嘛，加深了我对这牌子的信赖，所以定妆粉用的也是当初买时送的小样。我是直接倒在粉盒盖子上的，因为小样体积太小了，所以用刷子蘸取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洒在外面。然后定妆粉上到摸下自己的皮肤，感觉不粘稠的时候就 OK 了。那因为我现在发色染成全黑色，所以眉笔用到是 Kate 这款 BK 色号自然黑。我一般画眉毛的方法就是先画个框，把想要的眉形画出来。因为今天欧美主题，所以尽量把眉峰画挑一点。那框框画好了，可以直接用眉笔来填补颜色，当然这里用眉粉填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习惯了。因为外国人的眉毛量都很浓密的，这里呢我们靠自己在眉头偷偷画几根假眉毛，不要喷我画得太丑哈哈。接着染眉膏，我的眉毛不适合逆梳，所以一般直接顺梳。我会故意不刷眉尾，这样眉尾颜色比较深，看起来比较显立体。回到刚才的遮瑕膏，用扁平头的刷子沾取一点，把眉尾下方的杂毛给盖掉。同时也可以顺道再修饰一下眉形，比如眉峰不够上挑啊，那就把遮瑕少一点在眉骨下方，让整条眉毛看起来又细又翘，这是今天欧美妆最大的重点之一。然后可以看到修饰过和没修饰的眉形差别，修饰过的一边看起来更干净立体，有没有？接着我们先上修容，非常爱用 Bobbi Brown 这一款斜头刷，用它沾取中间这个冷色调来刷鼻影。因为外国人的鼻梁很窄，然后鼻头又尖又高，所以我们着重在鼻梁多上一点阴影，把鼻梁整体画起来细一点。然后鼻头也可以顺道刷一下，让鼻头看起来窄一点。接着用到国内一个叫露薇亚牌子的酒红系列套刷里的一支坡面修容刷，我很喜欢这一款刷子，是因为它的毛量很浓密，是山羊毛，抓粉力好，最主要是它针对下颚骨轮廓设计的斜头形状，我觉得非常的完美。我的颧骨偏高，所以也要用修容粉来遮一下。这支是 MAKE 的眼霜，我用来做眼部打底，这样让眼影不会那么容易的花。先用艾丽小温这盘裸色调的单色眼影，大面积晕染在眼窝内，这个步骤呢可以加深眼睛的深邃度。接着用 The Bomb Nude Dude
微软刷簪曲 Selfish 这款带珠冠的棕银灰色，从眼尾开始扫起，呈现斜三角形，然后慢慢晕染一点到眼皮正中央的上方，然后刷子上残余的粉呢就扫在下眼尾三分之一处。接着换一把小头的晕染刷簪曲 Silly 深巧克力色，晕染在同刚才一样的地方，但是范围要更小，一点点的推开，不要动作太大。同样也是细细的扫一条到瞳孔中央的眼皮上，剩余残粉刷下眼尾。最后换把扇形平头刷簪曲 Sassy 这盘里最白的颜色，扫在我们刚才晕染刷跳过的地方，眼褶子内，不要覆盖过深色眼影，然后在眼头等地方扫上有开眼角放大眼型的效果，记得眉骨也扫一点，与整个眼影会更融合一点。最后呢，用一只大型晕染刷把整个眼皮扫一下，整块眼影呢看起来会更自然。今天用到的是美宝莲的眼线膏，用它自带的刷子沾取一点，呈现眼头细眼尾粗的画法。为什么今天用到的是眼线膏而不是眼线液呢？因为眼线膏更容易画出眼尾上翘的线条。再用刷子另一头的棉棒沾取一点膏底，刷在下眼尾的二分之一，一点点的晕开来。眼妆几乎已经完成了，我们接下来刷睫毛。先用 Kate 白管这一支睫毛打底，它有可以让睫毛变长的纤维。然后用 Motte Mascara 精华液睫毛膏，它刷出来的睫毛又长又翘。最后一步呢，再用 Kiss Me 的旧版睫毛膏，因为前面的睫毛膏是纤长功能的，所以我们靠 Kiss Me 来补一下浓密感和卷翘定型的作用。同样用这三支来刷下睫毛。 Bobbi Brown 舒绒粉条色号0，我们涂在暗沉的三角区域来提亮一下肤色。ELF 一款珊瑚色腮红 Candy Curl， 扫在苹果肌连接颧骨的地方会有小脸的效果。三西 E 的高光粉和色号 Pink， 它自带刷子的，非常方便，扫在视频中的位置。此高光带有一种非常美的偏光效果，很适合画这种比较艳丽的妆容时使用。最后是一款我个人认为很适合用在欧美妆里的唇膏，安娜舒星星系列371号，有点豆沙紫红色，视频中会偏粉一点，实际上比较暗，比较美。最后用棉棒修饰一下唇形 OK。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片欧美风妆容的视频，记得订阅我的新浪微博和 YouTube， 下支视频见，拜拜。